大家好，我是之内。上期因为比较忙，所以只能用这期更新来介绍沙雅这个姐姐为火鼠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一起来看看吧。沙雅是火鼠的近战，主队能力是近战攻击加 50%， 普攻是近战，用了二技会变得蛮特别的，这等稍后详谈。他的普攻还有一个特异功能，是在 AI 的状态下会优先攻击战士，接着是他的二技。使用了二技后，会在他的周围开一个领域，在持续时间内，他的普攻会变成瞬间伤害，而且是范围攻击，最高可以打四个敌人，可以攻击五次。攻击完后，领域就会消失。当这个领域结束以后，被攻击到的敌人就会被标记，而这个标记可以降低敌人防御 10% 两秒钟，这个就是他的重点能力了。接着，五星能力是一般普攻命中时，可以降低敌方攻击 10%， 而且当领域内少于两人时，普攻伤害增加 30%， 承受伤害减少 15%， 而如果多于两人，将会变成增加伤害 15%， 降低伤害 30%。 他很需要连专，因为他的专武可以让二技时的攻击必为暴击，而且该次攻击如果全数命中，攻击力可以增加 25%， 连锁的暴击率也增加 25%。 再来是使用专武大招时，每一次的命中都能够减少二技 CD 0.5 秒，由于会打三次，也就是 1.5 秒的 CD 减少时间，并且让二技的印记持续时间变为6秒，减少防御的效果更能来到 20%， 让这个效果完全可以连贯，而且更加的实用。再来我们看看各个场合的评价。首先在 PVP 中，在 PVP 严格说起来并不算他的范畴，他的攻击速度实在并不快，针对 PVP 的能力也并没有很多，所以可以看到 PVP 中的表现也就普普通通。如果要找 PVP 的选手，可以有更好的角色。接着来看看罗马，罗马以及各种 AI 控制的场合可以说是他的应用处之一，因为这是少数会优先打战士的 AI， 目前贵在稀有，但以防御来说比较难有优势，大部分来说是拿来当进攻队，可以来破对方的战士攻势。再来是他主要的战场，也就是讨伐了。在讨伐中，他是目前火鼠近战的最后一片拼图，他的降抗与火羊的近抗可以重叠，也就让他的重要度 up。以目前来说，火鼠近战里面他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位。最后我们就来看看总评吧。以目前的版本来说，他无疑就是为了讨伐而生的，然而不晓得是不是制作组对他特别宠爱，为他增加了罗马这条出路。整体使用度可以到 3.5 颗星，可让到技能稀有的程度，我追加到4颗星。特别是你火鼠讨伐队友比较齐全的近战时，他能让你的分数更上一层楼，是很值得抽回来的对象。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图面可以补上缺少的那部分。以上就是角色评价啦。商城部分新增的礼包是限时宝石礼包1跟2，两包换算赚比都约大概是 0.2 上下，都不推荐。那么剩下的时装就一样画面上自己看咯。我是之内，我们下次见。